来看到新闻不一样，这是53岁的艺人赵正平。昨天在直播中，金棒他离婚了，结束了短短6年的婚姻。他说自己在美好的婚姻中被离婚，大家就觉得怎么会被离婚呢？综艺大哥吴宗宪还问说：“真的假的？还是你在做节目效果呢？”他说：“他自己也不明白，在美好的婚姻中怎么会被离婚？”他强调说：“不是外遇这些问题，而是呢在婚姻中他自己太自私了，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。”他说呢自己是一个很失败的丈夫，但未来如果有机会，要把妻子再追回来。